小表妹，小表妹，表姐，你能不能像我一样成熟一点？不是啦，现在不是缺地心碎片，你交给表姐，表姐立马给你造地心门。表姐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你就在家里睡觉就好了，等一个天黑，我就给你杀十只地心人。不错，表姐还是我表姐，那我先走了。没问题。哎，怎么这天还没有黑呀？哎呦，忍不了了，仓库提取晴天樱花，来了来了，召唤黑夜吧。嘿，这是什么？圣诞老爷爷，你怎么出来了呀？哇塞，原来是卖圣诞装扮呀。哦对了，我记得我家里还没有装修呢，而且现在又是冬季，买点圣诞装饰把家里啊装修得漂漂亮亮的。圣诞树、圣诞铃铛、圣诞条带，买买买，现在我可是大富翁了，怎么只买这么点？刷新再买拐杖糖糕和圣诞棒棒糖，这些都是干嘛的呀？哎对了，差点忘记正事了，我可是来刷狩猎幸运三的。奇怪了，怎么就没有大宝剑呢？气死我了，只能够用棒棒糖斧头来代替了。我看看啊，锐利五，怎么不是狩猎幸运呢？再来一轮又一轮，从黑夜都刷到白天了啊，好困呢，算还是睡一觉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来装饰我的房子了。我家屋檐这么高，得制作一个火箭背包。火箭背包我记得需要岩浆的，找岩浆去。找到岩浆了，还是熟悉的地方，一群山牛羊，是冬天太冷了吗？躲在岩浆旁取暖，两桶岩浆打起来，搞定，再下河水挖点灰沙。惨了，这背包又塞满了，土豆就不要了吧，打道回府路。回到家里赶紧提炼我的煤炭，哇塞，这谁的金子没人要啊，那就是我的啦。换成木头，好嘞，可以合成火箭弹了，这样子就火箭背包啦，我可以在天上飞喽。就从这个横梁开始，拿出我的彩带铃铛还有圣诞树，开始挂彩带喽。中间一个铃铛，两边彩带，单独的木头挂上铃铛，铃铃铃，网上还能够听到风铃声呢。至于长条，一个彩带一个铃铛，很快我就把周围的铃铛都挂满了。不错不错，还不够，圣诞节冬天怎么能够少了圣诞树呢？我可是和圣诞老人买了很多圣诞树的，这么多圣诞树随便放，圣诞树不仅好看，还能够当灯使呢。可好啦，把四周都放上圣诞树，这个主干树啊，当然也是少不了的，六个圣诞树也是必要的。剩下的嘛，别忘了我还有二楼哦，放好圣诞树，还有这阳台也要。好啦，这就是我装修好的家园了，可是花了我10000颗星金买的呢。嘿，谁呀、啊、谁打我呀、啊？表妹你干嘛呀、啊？表姐，地心门呢？你骗我，偷偷装修房子。你的圣诞都是哪来的？你说这些呀、啊，圣诞爷爷送的，你不知道圣诞节圣诞爷爷会出现的吗？你骗鬼，圣诞爷爷哪来这么多东西送？好吧，迷你最近出圣诞人了，这不出来派东西呢。哪里啊，我也要。那你跟我上来吧，圣诞爷爷总喜欢冲着烟囱丢礼物。表姐，你怎么会飞的？我上不去啊。你说这个啊，给你，你也可以飞。表姐，你这什么好厉害啊，飞行背包呀、啊。还我，你自己做。还你，自己做就自己做。那你在这里好好买东西，我去追地心人啦，拜拜。